中美珠心算学会将在7月25号在加州奥克兰举行世界城市杯珠算、心算以及数学三项竞赛，目的是希望能够增进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了解，并且提升他们的珠心算的技能，同时也开拓青少年的国际视野。今年中美珠心算学会主办世界城市杯珠算、心算和数学三算竞赛。城市杯呢，是每一年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举办。从第一届2000年在美国举办以来，我们这是第三次承接这次的活动。那我们非常高兴呢，会有不同的国家的队伍来。目前我们知道有台湾的队伍，新加坡的队伍，马来西亚、香港、越南，那还有就是日本。那我们预计会有500多人左右参加这个活动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赛活动，虽然是一个竞赛，但是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的参访的活动，我们希望小孩子在这一整天的活动里面能够受益良多。